相信大家拢有听过。啊，拢几岁人啊，搁咧看卡通、拍电动，一句自卖话啊。若是你因此受了伤，就来欣赏一个新作《小魔女海伊吧》。阿酷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冲动女孩，因为崇拜帅气的夏利奥，来到魔法学校读册。虽然天分不足，却当作文质儿童，常常叫大家看袂起。但过着一日，伊总算实现梦想，看到乌枪了。真熟悉的套路呢！下级战士，卡卡洛特，吊车尾忍者，玄武兵人，又阁是废柴，行上最强的王道故事。友情、努力、胜利三部曲，死袂烂的导演。但不是电影，嘛拢滚趴卡踏，低潮米片嘛拢兵来福去，只要有够精彩，到遐剧情哪有何妨呢？阿酷踏上了夏利奥的后路，必须要收集七星，成为武德天出金龙，天作邪功不离刀，唰！迄是隔壁房剧情啦，不过基本上嘛差不多。在学院的生活中，阿酷会拄到各种困难，你面对这个挑战的心境，正是唤醒七星的关键。亲像成功没有天顶落来，做大事必须爱忍耐之类的。虽然拢是简单浅显的道理，但拢是爱靠家己领悟出来，才会使真正发挥作用。阿酷冒险的过程，看在观众眼内，不知不觉中，目睭感动到流目屎。因为贯穿整个故事的概念，就是坚持。你这正是大家上歹做到的一件代志。海天时代梦想总是正伟大，要做科学家、太空人、篮球员、救世主，然后开始上学啊。因为厝内资源无够，人生目标嘛随之缩小，改成要入去大公司、名企业、甲靠地啊，赚个巴巴巴。最后毕业出社会，伊阁发现薪水卖少，竞争伤激烈，只求卖优势，赶紧上求职网站，随便应征一个。22K 总比在路边做乞食较好。在艰困的现实面前，人不得不学会晓低调啊。小魔女行有一段非常讽刺的剧情。阿酷问阿斯拉讲：“你是想要做老师，才成为老师的吗？”瞬间，场面僵掉的。老师阿酷有言：“你这位阿斯拉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阿酷的偶像，相公夏利奥。”也就是讲，主角追求的是已经被人放弃的梦想。这也是台湾上大的问题。做法官不是为了主持正义，所以变成恐流；做老师不是为了教育学子，所以变成失落；签落去不是为了保卫国家，所以变成高官。无热情的人占着屎坑，无爱放屎，规个国家变成乱七八糟。回首沉淀，家己也知有一个梦想，为了实现，开了数十年功，最后煞放弃，心痛不已。极度的煎熬，迄鬼也是无法忍。所以看到阿酷行到比夏利奥愈远，成就了偶像美景的伟业时，瞬间老泪纵横，就亲像家己的心愿。嘛比完成一般。这部动画那是让小朋友观赏，心得大概是：主角阁笑酷的，魔法阁神奇的，哈哈哈哈！但乎星星级片社会人士评论，绝对是懊恼、后悔，靠个死去活来。伫个电玩这条路顶，真正看到伤多。放弃的人啊，理由不外乎是要生活、要照顾母子，拢咧加班，无时间一个位的。你坚持落来的人，这个成为笑柄。你拢几岁人啊？搁咧看卡通、拍电动，
幼稚无幼稚啊，但小无入行，说予大家无同款的启示。坚信之心是你的魔法，今嘛阁继续咧耍游戏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伟大啊！